生活有智慧，聪明大螃蟹，欢迎收看《生活智慧王》Good Idea。家庭主妇轻松清洁的好妙招，叫老公服服帖帖的好方法，健康料理大公开，聪明烟灰去污法，以及难清理之处通通传授给你，小 Pebble 保证是受用一辈子。现在就马上进入我们的全能主妇100招。哎，这三次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全能主妇之100招啊。对啊，非常广受欢迎，因为光家事啊，其实呢我们也常常得服侍，不管是小孩或者是先生呢，真的很辛苦。对，要做的事情怎么那么多，因为男人的事我们也得帮得上忙啊。哎，所以我们马上今天的家事全能主妇100招，我们就要服务更多更多的人。哎，因为呢一次真的没有办法把100招全都一招一招仔细告诉大家，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的 part 2，我们从28开始。对，也是造成了很多机车行刹车线供不应求的一个现象。这都是我们害了大家。就是有一次到人家家里面去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他们家通水管是用刹车线，因为刹车线它本身有 QQQ， 你拿不到的话，你就自己用铁丝把它转转转了。我们马上来看一下。嗯，可是铁丝可能是要找那种很多层的那种。对，哎，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刹车线，因为呢它是有很多很多条扭转成在一起，于是乎我们把前面哎给它全都拆开来，变成像这样子之后。你看看要多长有多长，而且你可能可以从7楼冲到2楼。如果你的刹车线这么长，因为真的很好用，有的时候你如果用什么专门用的通气哦，不见得能够弄得通，因为有的时候毛发不是那么容易溶解，但这种全部一抓，你随便怎么清怎么一把，没错，而且呢它又具有延展性，它可以有弯曲啊等等，好神哦！所以说你说是不是可以从7楼通到2楼去？是啊，是啊，人家明明都是那个黑头发，为什么拉出来全都是金头发？因为楼下住一个外国人。没有啦，哎，这个真的是刹车线来通水管，非常非常好用。那另外如果你有戴隐形眼镜的话，隐形眼镜掉了怎么办？哎，其实也可以用吸尘器，我们套上了丝袜就可以帮我们吸住了，吸尘器很好找哦。吸住了这个隐形眼镜，因为完全刚说到什么吸尘器，吸住吸尘器，吸住什么？吸尘器来吸吸尘器。吸什么？哎，其实我常用吸尘器来吸我们家狗的毛。哎，哦，对，只有它最好用了。对，因为尤其是狗狗或者猫咪在换毛的时候，只要它能够让你用那个去吸它身体哦，真的是超好用。直接这样吸它哦。但是千万不要再拿吸尘器去吸一些头发比较少的人，那翻脸了。好，所以可以吸尘器来帮忙我们找隐形眼镜哦。哎，另外我们有介绍过烟灰来去污渍，尤其是这个碗油腻碗盘，另外还有32招的用桂乳液，然后把加热水稀释之后呢，我们把它用锡箔纸、铝箔纸，然后包住我们的银饰，就 OK 了。好，那这一招呢，纹身贴纸不留痕呐，1秒钟撕得干干净净。真的，那今天我们也会在现场来让它跟去光水来做个比较。好啊，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些清楚的 VCR 的介绍哦。哎，赶快来看看这一个呢，是居家清洁篇 VCR。全能主妇100招，马上进入居家清洁篇。烟灰去污法。什么？是我眼睛花了吗？拿来的是平常抽的香烟，到底要做什么用啊？哦，这么油腻腻的盘子，该不会想用香烟灰洗吧？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涂上一层厚厚的烟灰。看我努力搓洗，左右来回的公式，可是一点也偷懒不得呢。喂，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用清水好好的洗涤一下。来来来，洗得差不多喽，赶快瞧瞧效果如何。哇，变得如此洁白剔透，真的是厉害，太成功了。那试试抽油烟机的油杯呢？你看这么厚一层油垢，真是吓人啊。一样是把菜瓜布沾湿，不需要使用清洁剂，只要烟灰就行了。看我的厉害，左搓搓右搓搓，里里外外每个部分都不可轻易放过。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再用水清洗一下，你瞧是不是很神奇呢？这样一来，抽油烟机的油杯就干净不油腻喽。
那是因为抽完的烟灰跟一般的水加在一起，就变成碱性的溶液，如此一来就能轻易的清掉油污喽。又因为细小颗粒增加摩擦，更能有效去污。从理可证，烤肉剩下的木炭灰也能拿来清洗碗盘，你也赶快来试试看喽。洗面乳清汗渍，衣服最难洗的地方就是领口处，流汗后的汗渍不容易清洗，看我拿出超强洗涤高手的秘密武器洗面乳一条，在汗渍处涂上一层洗面乳，每个部位都要涂到，不可放过哟。再沾上一点水，就可以开始看我的，左搓搓，右揉揉的用力轻敌，差不多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把泡泡清洗干净。哇哦，这领口就这么白下下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洗面乳的效果真的是好到没话说。将辣椒酱涂在衣服上，看能否达到清理的效果。马上进行我们的 PK 大赛，两边经过努力搓洗之后呢，鹿死谁手，答案马上就要为你揭晓。来，让我们瞧瞧，使用洗面乳果然不一样，特别的干净厉害，就你第一名啦！喂乳轻盈式，只需准备适当的热水、喂乳跟铝箔纸，这样就可以喽。把喂乳整包倒入热水稀释。来来来，赶紧拿出准备好的铝箔纸，二话不说，直接铺在容器底部。再来就是把刚稀释过的喂乳倒过来。哇哦，这发根氧化的银饰到底能不能变回原本闪亮亮的模样呢？是不是跟我一样期待？就让它好好接受喂乳的洗礼吧。五分钟过后就可以拿出来喽。虾米，我有没有看错啊？金光闪闪，跟刚刚那个黑麻麻的是同一个吗？哇，真是像变魔术一样，闪亮的银饰因为氧化而变得黑黑的。当我们把它放进有铝箔纸的喂乳中，利用化学变化将铝箔纸中的离子补充银饰上，所以就能恢复原状。你瞧，这样就恢复闪亮亮喽，不常戴的戒指也不怕变黑了。对于喜爱银饰品的我，可是一大福音呢，再也不用因为氧化发黑就丢弃它，每一件都能永保闪亮的模样，赶快来试试喽。纹身贴纸不留痕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它真的不是大腿，它是手臂。而且为什么要找它？因为呢，它这个图案太大了，我们一般人都是要贴整个背了，但它只就手臂或者是屁股，可是没有人愿意露屁股。好，那我们非常谢谢小丹，那我们帮你来清干净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来用这一个透明宽胶带来帮它撕撕看。然后呢，那边呢，我们是用这一个去光水。因为去光水也是观众朋友教的方法，还不错。对，比起我们用肥皂给你涂，有快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让你30秒。真的、啊嗯？我就先跑30秒。对对对，你可以先用那个给它沾湿。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用去光水沾了之后呢，我就开始擦。好，那我在这边呢，我就用这一个透明的宽胶带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哇，玉姐她那边其实也很快哈，已经擦掉那个比肥皂快，对，缝的一只尾巴了哈。来来来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把它这样子，整个给它粘贴在我们的这一个刺青图案上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子，已经好了，我要来撕喽。Oh my god！ 哇，马上呢！天哪！马上呢！天哪！然后呢？当然就是它会有不干净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再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样子用粘的就可以给它撕掉，对，有没有？对，就可以弄很干净。哇，好行哦！真的很行。那边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？就是还得慢慢擦就是了。哎，真的速度也差太多了吧？对。那我要把它清得更干净，也许我可能这边，我再用一个干净的，我们再把这边尽量的给它弄干净的话，这样撕会不会痛？轻松征服老公10大妙招即将公开，衬衫只要3-2下就服服帖帖，厨房球的必杀绝招，烟灰污垢并用随手可得的东西就能清洁干净。
多点巧思，生活大不同。生活智慧王强力征求新一代台湾省长，想吃点营养的青菜，结果是贵个吓人，这根本是买不下手嘛！不仅菜价，连油价都跟我过不去，加一次油，我的荷包又要失血多少呀？怎么办？现在什么都要涨，只有我的薪水还是跌停板，不能开源，只有节流了。智慧王要你的省钱绝招，只要告诉我们你用什么方法省下多少钱，传真到02-2772-5634，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的小玩意儿哦。